快点，快点，抬高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小弟，咱得跑哪儿去了？ 要是嫌名脏，以后不要拉上老子。哎，老鬼，老鬼算了，关我屁事！你不是杀他的啊？抓他是打头，老子怕你！哎，不要打我，算了，老鬼，你老算了，算了，一劲。 老钱，有没有反了他？有没有一些事？你们选一个。医院接到师部命令，中午就撤了。命令来得急，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准备。这些重伤员一直是我负责，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。 还剩几个？怎地还在不在？唉，怕是凶多吉少喽。活着的都在这儿喽，加上你，一共就剩这九个人，九条命喽。我们没得撤退的命令，看样子啊。 是被上头网救喽！网救了！我们连100多个弟兄，在阵地上苦苦战斗三天，三天，援军连个影子都没得，他们还敢网救了？你们还敢个网救喽？ 走到哪儿了？哪个晓得？医院的人没说。
是搞的啥子鬼名堂吗？华总，你这是要去啥子地方？去师傅问一下。去不得，华总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我们连的弟兄不能白死。你听好，情况没搞清楚之前，啥子都不要跟兄弟们讲。天亮之前，我要是没干回来，让老鬼带你们往西侧，把阿莫他们都带上。知道了。